工商服务一下好了，因为台湾在下星期一七月二十二号晚上七点，在空总就是社会创新实验室有 B 台湾的线上咨询会议，欢迎大家下班或没有上班或者是边上班都可以来。对，然后我们这次线上咨询会议的题目是非汽车动力载具的道路安全管理。好，那大家好，那今天的结案报告的报告就是我们早上有说要做各县市首长的那个 Wikidata， 哦，那刚好有遇到另外一个提案是那个2020的那个投票指南，那刚好就都错开嘛，没有跟那个坑主有聊到说那个 Wikidata 怎么收政治人物，那我现在就来教大家 Wikidata 怎么收政治人物。那我发现今天大家都没有提到今天这个松的这个焦点哈，为什么叫最旁边松？哦，因为就是因为这位周金哥哥啊，这周金哥哥，对，周金他喜欢唱歌啊，那周金，对，周金他在 Wikidata 上面的编号是510527啊，所以你只要输入 Q510527就可以找到周金。好，那这边带大家认识一下 Wikidata。 Wikidata 它是一个结构化的资料，旁边会告诉你说它有哪些 Wikipedia、哦、然后它有那个分类、哦、它有分类、哦、那这个是它的预兆、哦、还可以、哦、那这边就是周金的那个记录、哦、这个是他当台湾的立法委员，从1999年到2005年，然后他当台北县县长，从2005年到2010年，然后他的这边是 replace， 就是替代对象，就是他的上一任是谁？是林锡耀。哦，那这个是周金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们另外一位这个韩先生。那韩先生，哎，等一下是谁写的、啊？我刚刚没发现这件事、欸，哎。可以放大吗？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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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哦，你当哦，我不知道是谁写的哦，不是我、哦，好不好？不是我。啊、哦，哎、欸，赶快在场危机帮忙删一下，好不好？好，然后这也是他的预兆啊、哦。那在这边就是一样可以写到他的包含配偶啦、欸，小孩啊，然后好，就是这边。太差了。哦，这个是他的职位的部分哈、哦，这边就是写说哦，他曾经是总经理，他是在北农，哦，北农，然后是在2013年一月，然后到2017年的3月31号，然后下面是他曾经当过立法委员，哦，然后那个高雄市市长，然后这个因为他没有英文翻译，所以他用编号的方式出现，这个其实是。台北县县议员、哦、他曾经做过台北县县议员，做那个第12届台北县议员、哦、在这边、哦、那这个就是 Wikidata 注入、欸、政治人物的方式、哦、那刚刚我就有跟他们聊到说，因为 Wikidata 可以收一些、欸、能够满足 Wikidata 结构的东西，所以就算是没有当选的参选人在 Wikidata 里面也勉强可以收录进去。好、哦，那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些没有参选或没有当选的那个拟参选人，有时候做的事情比当选的还要多。好、哦，那所以、欸，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